应该开的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水军。今天继续我的戒色体验分享。说实话，自从做了爱之后，我发现我脑子里面想女人的那个念头非常重，非常想要。这是我现实的想法。包括我现在，我说过，我不管戒色成功还是不成功，我每天都要录一期我的戒色体验的视频，主要的目的就是不要再玩小鸡鸡了。可是我话虽这么说，但是我还是有时候要摸一摸，这是一个坏习惯啊，所以说大家不要学习我。还有那个贪色的心不好。这就是我今天想说的我的个人戒色体验吧。反正你要把它控制住，控制不住就恼火了。来，我们看看今天的戒色，飞翔戒色，飞翔戒色经验。婚前昨天是13吗？应该今天是13吧。哎，就讲13，反正明天就14。分享经验：婚前性行为对人生的危害第13季。常住戒色吧的戒友肯定知道，其实很多人其实已经未婚先废，就是因为沉迷手淫恶习，自己一个人疯狂手淫。其实我就是一个人疯狂手淫10多年，从20岁到30岁，我是一个人撸过来的，撸了10多年，身体已经严重透支，就像一张被刷爆的信用卡。很多人已经出现了伤筋症状表现，慢前筋索很常见，有些戒友患上了神经症。感觉活得很痛苦，可有时候我感觉确实活得很痛苦，但到底是不是神经症我就不知道了。有些戒友精子质量已经非常差了，不是弱精就是无精，已经失去生育功能，婚前放纵也会导致性功能下降。很多戒友都比较关注自己的性功能，在发现自己因为手淫恶习而出现早泄阳痿时，他们心里就比较慌，希望自己可以尽早恢复生育功能、性功能。性功能不行也是婚姻不和谐的隐患。之前有好几位已婚戒友因为这两个问题和老婆离婚了。婚前性行为属于邪淫范围，伤身败德。很多人没有结婚就把自己身体搞得危如累转，这样结婚后再过性生活那是雪上加霜。所以说我们戒色一定要弄清我们戒的是什么。哎，不过对于我来说，惭愧啊，只有是惭愧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今天的戒色体验第13季，分享感悟吧。再说说我今天找工作还有我的花呗。我发现现在我用钱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了。今天找了一份工作，去工厂里面智慧海派，我后面视频有视频给你们看一下。没想到今天不上，今天没怎么上班，感觉是上了一天班，但是他们马上给我调到晚班，从明天晚上8:30开始上，所以8:45要到那边，所以说我今天晚上还可以休息，明天也可以休息，开始上晚班，170。现在晚班就180，白班170，我可以多挣80块钱。哎，但是我的花呗已经好多了，我给你们看一看，好吓人哦，我的花呗。
哎呀，不知道谁能支持我一下，我这个日子也不好过啊。我花呗这么多了，呵呵。可怕不？没钱我怎么还嘛？没钱没法还，日子也不好过啊！哈哈哈哈。好吧，这就是今天我想拍的视频，就这样，谢谢，再见。有点冷。It's me. My name is Johnny Sam. Thank you for watching my video. Don't forget to support my channel and more new video. I hope God bless you because I in God we trust. Thank you.